哎，我现在正在装我的出差药盒，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有一系列的保健品要装，看一看我都装了什么哈。首先带一板这个 Ostasi， 不过不用带全部剪出来，这种包装就比较方便。然后带这个，这是磷虾油，一天吃一个的话，我拆六个哦。酸奶奶，1、2、3、4、5，益生菌每日博士，1、2、3、4。一般我会带五个 MC， 多维，多种维生素，一天吃一粒，一共吃五粒，放这下。今天还没吃，姜黄素 turmeric 带四个，这个就是味儿有点大。Q10， 这个是 Q10， 这个VC， 这个出门在外一定要吃这个，因为可能会感染到各类的病毒什么的。钙镁，姜汁，叶黄素。吃完了，哇哦，差不多了。看一下我准备了多少。现在这是我带的所有的东西。再说一遍，姜黄素、眼药水、胶原蛋白、MCT， 这是我最近在测试的咖啡。然后磷虾油、Ostasin、虾青素，这边刚才保健品、益生菌、姜汁。好啦，这些都要装到箱子里。